糖糖跟乐乐，然后要他们数数看谁的存钱筒里存的钱比较多。钱存比较多的人，妈妈就再给100元零用钱作为奖励。结果会是谁存的钱比较多呢？糖糖有3张100元，7个10元，6个1元，一共是376元。乐乐呢有4张100元，2个10元，3个1元，一共是423元。423元大于376元，所以啊是乐乐存的钱比糖糖还要多。来，乐乐，这是给你的奖励，糖糖你也要继续努力哦。好吧，我一定要存好多好多的钱。有趣的半扎扎酒，小朋友，你有没有玩过半扎扎酒呢？我们来看看糖糖他们怎么玩半扎扎酒吧。来，我现在来分配角色哦，我当妈妈，乐乐当爸爸，多多是大哥，娜娜是姐姐，糖糖当小妹妹。我不要当小妹妹啦，在家里我最小，半扎扎酒又是我最小，我不要。你很麻烦耶，那你要当什么嘞？我要当老板。老板？那你要卖什么东西啊？我要卖跌倒。好吧，那就你当老板吧。我也想当老板，可不可以啊？好好好，你们两个当自助餐厅的老板，我们三个来当客人，这样可以了吧？可以开始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。老板，我要一份鸡腿便当外带。一份鸡腿便当外带，知道了，等一下哦。这是什么？鸡腿便当啊，你不需要鸡腿便当吗？请问一下，鸡腿在哪里啊？这个就是鸡腿啊，这个是青菜，还有这个是胡萝卜，这个是白饭。沙子是白饭，鸡腿是石头，树叶是青菜，胡萝卜是一朵小红花。没错啊，这位客人你真聪明。一共是85元。85元？好吧，这是100元，请找15元给我。先生，找你15元。怎么又是石头啊？石头不是鸡腿吗？大石头是鸡腿，小石头是钱呢。什么？被打败了啦！好好玩哦！生字。词语。炒菜，烹制食物。煮饭，将谷物煮熟，泛指烧饭煮菜，打理餐点。泥沙，泥土与沙子。造句。半扎扎酒，小妹妹最喜欢玩半扎扎酒。客人，爸爸邀请的客人都到了。成语，家常便饭，家中的日常饭食。美丽的社区，今天天气不错，乐乐、彬彬、多多相约去公园玩，碰巧也遇到秀秀、甜甜在公园里骑单车，我们来看看他们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吧。嘿嘿，达达，今天我们要到公园去玩，你一定很开心吧？等一下你就可以见到我的好朋友咯。
伯来了。啊，德达也来了，正好把他放下来吧。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达达，你也来啦？我们先带达达跑一跑好了，他已经闷在家里好久了。好啊，动物其实也跟人一样，不能永远都关在家里，不然会闷坏的。嗯，乐乐，达达大便了，怎么办？别紧张，我有带报纸跟袋子出来，等他上完之后，我会帮他清理的。真是太有环保概念了，大家真的要有公德心，这样环境才会更干净。我们去池塘那边看一看，里面的鱼真的是又肥又大哎。甜甜，你看是乐乐他们耶。嗨，你们也出来玩呐、是谁家的小狗跟我家咪咪一样可爱耶？哦，你家有养狗哦？不是，我家是猫咪啦，它很乖很听话哦。狗狗是要带出来玩，可是猫咪好像不用啊。对啊，每种动物的特性本来就不一样，但是它们也是有生命的，所以都需要被爱。虽然我们家没有养宠物，但是我们家的顶楼种了好多盆栽哦。哇，那一定很漂亮哦，有机会可以带我去看看吗？我对种花很有兴趣耶。可以啊，其实我每天放学以后都会上楼去看看他们，顺便帮他们浇水啊除草的。我家有个水族箱，里面也养了好多小鱼，很可爱也很漂亮哦。每次心情不好的时候，看到小鱼在水中游来游去的，心情就变好了。我以前也养过鱼哦，但是没有好好照顾，所以就全都死了。那个时候我好难过。虽然鱼儿很可爱，不过每次清理鱼缸的时候就觉得好辛苦，还好我们全家人都会分工合作，所以很快就洗干净了。广场那边有鸽子，我们去看看吧。公园里的鸽子不怕人哦，我们走过去他们也不会飞走。你们看，草地上有小蚂蚁，我们来观察它们要走到哪里去。好啊。它们朝树上爬去了耶。树干上怎么会有字啊？我看我看。没有功德心的人。公园是给大家休闲的地方，可是还是有少许的人没有爱护这个美好的环境。上次我就看到有人想要把花朵摘下来，所以我就过去劝告对方。你做得很棒，原本社区的环境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的。拜拜，再见再见。